今日我昆顿身边有位靓女啊 ，Hello 小姐你好 ，Hello 大家好。喂，其实咧以前即系通常见到你咧，都系会有啲队员陪住你啊，因为BGS 啊嘛，咁啊几位少女一起出嚟开开心心咁见人嘅。但系今次咧，点解会系净系得你一个呢？因为你出单头歌喎。系啊，因为我觉得一对组合咧，去到某个阶段咧，都会开始会有分开工作嘅时候。咁我哋觉得 BG 都行到依家都差唔多到嗰个阶段啦，咁就想分开尝试一下工作。咁同埋即系我啦、瑶瑶啦同埋心心，其实咧依家都分开，即系每个人都会出一首单支歌。咁点解呢？因为公司就觉得我哋每个人嗰个声音啊，都有佢嘅個人特色，即可能瑶瑶咁，佢就適合唱一啲悲慘啲嘅情歌；心心咧就係、適合啲有啲 beat 嘅慢歌；咁我咧就係、適合啲小清新一啲嘅，即係呢首《與你一起》咁樣呢啲嘅，係啦。咁所以就即係有咗呢個念頭去出自己個個人歌啦。嗯，即係唔係拆夥，唔係信嘅，只係大家好似係時候可以試下單頭髮剪下。絕對唔係拆夥嘢啦 ，BGS 仍然存在嘅。係，咁我不如打個岔問下先，BGS 嗰邊嘅歌有冇做緊㗎？定係諗法係乜嘢㗎？其實 BGS 都繼續 run 緊嘅，咁但係呢一個階段嚟講咧，就暫時會 focus 喺我哋呢三首個人歌先。咁可能到年尾咧 ，BGS 都會出一首合唱歌咯。嗯，咁而家就做一個人歌先啦，有呢首與你一起，我哋大家可以聽到啦。好啦，之前入去錄音室咧，就可能有班姊妹綁住啦，又或者係雖然可能個個錄都好，出到嚟都仲係有其他聲音喺度嘅。今次要錄一首屬於自己嘅歌啦，感覺如何呢？其實第一個感覺是很開心，因為咧我細細個已經是很幻想自己啊，第時會不會有我自己的個人歌啊咁樣，因為細個已經是很喜意唱歌，很喜意表演，很喜意跳舞咁樣。咁到呢一刻啊，我終於出到我自己的個人單支歌啦。其實我感覺是真係我形容不到，係開心到形容不到的。咁但係另一方面都會覺得，因為以前始終都會有姊妹一起綁住，即係可能你表演的時候啊，成堆姊妹在你身邊撐你，咁你就算手騰腳震都好啦，都有姊妹一起陪你震啊嘛。咁依家咧得翻自己一個，其實係我自己覺得咁壓力大了咯。係啦係啦，咁自己要自己一個人孭曬飛啦，咁所以依家自己都會努力啲去練氣啊、練歌，咁希望即可能 live 嘅時候可以將呢首歌嘅 perfect version 可以帶俾大家。因為之前我同其他組合嘅成員傾過偈，即可能佢哋都係有自己個人發展嘅時候咧，佢都話：喂，其實企翻上個台度咧係幾唔慣㗎，得翻自己一個咧，即以前硬係可能有其他人喺側邊。有啲咩要執衫嘅時候，有人識得幫你補。咁但係唔係喎，而家 spotlight 喺自己度嘅啫，有邊一次得自己一個嘅啫喎。係啊，所以冇得算嘅，即係逼住自己去成長咯。我覺得係，即係一個階段嚟嘅。即係以前啱啱出道嘅時候，有多啲人撐住去俾信心你。咁但係依家慢慢你個人長大咗，我就會覺得係時候要自己去面對，單獨面對一啲嘢啦。咁而另一方面，我都會覺得是一個好的機會，可以俾觀眾認識得到，即係唔係齋睇一隊團隊啦。即係以前你成隊成 team 一齊出嚟嘅時候，就會 focus 喺你團隊嘅嘢。咁依家咧就會 focus 喺你每一個人，可能即係瞭解多啲你呢一個 artist 嘅特性，你嘅特質。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嘅嘗試，好嘅機會，好嘅開始嚟嘅。BGS 嘅時候，大家會有一個 image 啦。咁跟住可能你哋每個人單口發展，你每個人其實都有自己性格喺度嘅。你都話想認識多啲你，你本人係一個咩人啦？其實你會覺得，你 project 出去嘅係一個咩形象呢？其實我自己啊，我係一個好好動啦，因為我自己從細就好中意跳舞，咁所以我會係一個好活潑嘅人，因為我得閒咧又會喺啲社交網絡嗰度咧會 post 啲搞笑啲嘅片、諧星啲嘅片嘅，咁呢個都我自己本身嘅性格嚟嘅，好中意笑、好中意玩嗰類啦。咁另外就係會係喐動多啲嘅，因為我自己中意跳舞啦，咁所以我希望將來我嘅舞台係會多啲喐動、多啲跳舞嘅，同埋多啲歡樂俾大家嘅我個形象。咁但係，第一首歌唔係咁嘅喎，點解先？因為呢一個係第一首，即係始終一個嘗試啦。咁所有嘢都有一個初步開始，咁我會有一首小清新，即係適合我嘅歌啊，小清新嘅一首慢歌開始先。下一首歌我希望係會係一首快歌，咁啊可以跳到我自己中意嘅 dance style 咁樣咯。與你一起變足夠，不想管任何歸後，每天也。
啊，而家有自己歌啦，今次仲揾到李日朗去做 MV 嘅男主角，點解揾到佢嘅？啊，呢、這個又係好神奇，因為其實我本身咧就唔認識佢嘅、只不過以前就睇過佢嗰套《四葉草》啦，咁嗰陣時就已經好欣賞呢個男。你應該好細嘅啫喎，嗰陣。啊，細個嘅。是細個嘅，但係嗰陣時真的很欣賞佢，覺得呢個男 artist 係哇男神級演員啊，同埋因為嗰陣時有經歷嘅，嗰陣時應該初中啊，初中時候啦，咁嗰陣時個男朋友咧咁啱又係打劍擊喎，即係喺呢套四葉草播緊嘅時候，咁嗰陣時個男朋友咧又係打劍擊嘅，咁佢仲要送了一條四葉草嘅頸鏈俾我，咁即係我自己會好似你 Celia 代入曬喺呢套劇，自己變咗女主角啦咁啊！咁所以我就更加中意呢套劇，更加中意可能李日朗呢、這個這個人啦咁樣。咁所以就今次 MV 邀請到佢做我男主角啊，係即係完全諗唔到啊！我竟然可以即係同佢做到寫戲，可以同佢有感情嘅劇，即係做一個感情嘅劇情出嚟咁樣。哇！真係嗰刻真係好開心、好興奮咁樣。係你自己提出話要揾佢嘅。其實都係，咁公司其實都有幾個 suggestion 俾我睇下男主角揾邊個嘅，咁喺嗰堆嘅 artist 入面，我就選擇咗李日朗咁樣，係啦，因為可能係因為四葉草呢套戲啦，俾我嘅影響。好，喂，有一個咁深遠嘅影響喺度啦，對自己有個情意結喺度啦。好啦，到拍 MV 嗰日見到李日朗真人啦。有冇震啊？冇震，但系我心即系同佢拍感情戏嘅时候，你知啦，眼要对望啊，嗰啲要好心情噶嘛。咁嗰阵时个心系即系卜卜卜卜卜卜咁样跳嘅，都真系。系嗰个震仲喺度嘅，当初嗰个感觉仲喺度嘅。系啊，喺度。嗯、因为系咯，幻想唔到嘛，竟然有呢个机会咁、样。系啊。嗱，而家就要單靠發展啦，咁啊，當然都會多咗好多自己去見人嘅機會，去表演嘅機會啦。心理調整上做好未㗎？其實自己已經俾自己嘅目標係想希望即係越嚟越好啦。咁現階段我又唔可以話自己係好 perfect， 即係完全調節曬個心理，因為始終都係。之前都是習慣一隊一 team 人一起出嚟啦，咁依家啱啱開始要習慣自己一個啦，咁、我會覺得心態上面我自己會慢慢一步一步調節啦，咁希望可以越做越好啦，咁係覺得一個人應該是越嚟越進步，我就覺得就已經係對得住自己啦。最緊要是知道自己有進步空間，同埋係一步一步慢慢嚟。冇心急嘅，但係知道自己係慢慢去進步緊嘅，叻緊嘅。咁好啦，每一日都要進步過琴日嘅，咁我就已經覺得呢個就係對自己嘅要求喺度，對得住自己啦。嗱，而家年頭就聽到你嘅 solo 歌啦，咁你就話可能去到年尾嘅時候 ，BGS 都會有合唱歌出現嘅。咁跟住其實工作計劃仲有啲咩喺度呢？其實今年咧，公司都有幫我哋接咗啲電視劇、電影嗰啲嘅。咁因為都除咗可能歌唱界發展之外咧，都希望可能喺熒幕前面都可以多啲機會見到大家。同埋因為我自己咧，除咗拍 MV 入面做戲之外咧，係比較少機會可以接觸到拍戲拍嘢咁樣。咁所以新嘅一年啦，或者2019年啦嚟緊，我都希望可以有啲機會可以接觸去嘗試下呢方面嘅發展嘅，因為我覺得做一個全能嘅藝人係，即係我都係我其中一個目標咯，即係唔可以單係唱歌嘅。咁希望你發展順順利利啦，可以喺多啲唔同嘅平台、多啲嘅渠道可以見到你。咁下次有呢個新動向咧，就同你傾偈咯噃。Thank you， thank you， 拜拜。